嗨，大家好，然后，大家好，我感觉好久不见了，因为王小跳身体不太好，所以最近我们都没有去，但是特别想大家啊。然后我们在家也是不断的祷告，希望大家也好，教会也好，希望我们全体一个大家庭都好，谢谢大家。希望 Brandon 赶快健壮起来对，啊，希望 Brandon 也好。上帝祝福他，好，拜拜，拜拜。